样的啊，我先说一下程序，咱们先拍合影照，拍了合影照以后呢，咱们就开饭。插一下空，把脸都露出来，要不然就照不着你了。可以吗？稍微挤一点，中间的人稍微咱们再往里点。啊，你好，大家好，那个我是那个吴苍林啊，是我们 IT 协会的那个秘书长。首先呢，欢迎大家来这个这么好的天气啊，来参加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好的这个，也感谢我们那个石油协会的这个会长，还有所有的理事们啊，来，还有我们所有的义工啊、志愿者呀、啊，来，帮助我们做这么一个准备和活动，非常谢谢大家。然后呢，我来说一下我们 IT 协会的一些活动啊。我们 IT 协会刚才那个姜会长也讲了，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把我们休斯顿所有 IT 的人，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来互相学习。大家知道，我们 IT 的行业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行业，新技术层出不穷，所以我们 IT 呢，实际上是一个最适合我们大家互相交流、互相学习的这么一个学科和专业。然后呢，我们是每个 quarter 每个季度，我们会有两个大的一个讲座会安排。然后呢，我们每个月呢还会有我们小的一个 group 当中的 meetup。然后呢，我们都会有随时呢，我们都会有这个我们行业当中，最顶尖的一些大咖们。然后呢，我们当然这是主要是以华人为主，我们可能讲座呢也是以我们的普通话为主。那个感谢 IT 美南 IT 协会这个江副会长啊，武副会长和江会长的支持啊。咱们今天这个活动，有一个最主要的环节是抽奖环节。咱们这个赞助商，我今天呢特别荣幸，加入到你们这个行列里，看到这么多华人的那个精英。这是绿茶的，还有啥味儿啊？还有提拉米苏。提拉米苏，这什么？香草的。香草的，这个巧克力的。我能一样来一块儿吗？今儿。找我儿子。您的专业零幺幺零幺零